气盖第三，所言气盖者，谓五盖也。一、气贪欲盖。前说外五尘中生欲，今曰内一根中生欲。为行者端坐修禅，心生欲觉，念念相续，覆盖善心，令不生长，觉以应气。所以者何？如树婆家欲心内发，尚能烧身，况复心生欲火而不烧诸善法？贪欲之人，取道甚远。所以者何？欲为种种恼乱住处，若心着欲，无由进道。如楚盖记说，入道惭愧人，持波浮众生，云何纵沉欲，沉默于五情？以舍五欲乐，弃之而不顾，如何还欲得？如鱼自食兔。诸欲求食苦，得食多复味，失食怀热恼，一切无欲处。诸欲患如是，以何能舍之？得身禅定乐，即不为所欺。二、气嗔恚盖。嗔是失佛法之根本，坠恶道之因缘，法乐之冤假，善心之大贼，种种恶口之腹藏。是故行者于坐禅时思维，此人现在恼我及恼我心，赞叹我冤。思维过去，未来亦如是，是谓久恼，故生嗔恨，嗔恨故生怨，以怨心生故，便起心恼彼。如是嗔恚复心，故名未盖。当即弃之，无令增长。如是提婆那以即问佛：何物杀安乐？何物杀无忧？何物毒之根，吞灭一切善？佛以即答言：杀嗔则安乐，杀嗔则无忧。嗔为毒之根，嗔灭一切善。如是之矣，当修此人以灭除之，令心清净。三、气睡眠盖。内心昏暗，名未睡，五情暗蔽，放字之结尾卧睡熟未眠。以是因缘，名为睡眠盖。能破今世、后世十乐法心，即后世升天及涅槃乐。如是恶法最为不善，何以故？诸余盖情，觉过可除。睡眠如此，无所觉时，以不觉故，难可除灭。如佛诸菩萨呵睡眠弟子记曰：如起恶报臭尸卧，种种不净假名人，如的重病渐入体，诸苦痛极安可眠。如人被缚将去杀，灾害垂至安可眠。劫贼不灭害未除，如共毒蛇同室居。亦如临阵两刃间，耳时云何安可眠？眠为大案无所见，日日欺狂夺人名。以眠复心无所见，如是大师安可眠？如是等种种因缘呵睡眠盖，请觉无常，减损睡眠，令无昏覆。若昏睡心重，当用禅阵杖却之。四、气掉恚盖。掉有三种，一者身掉，身好有走出杂细穴，坐不暂安；二者口掉，豪起吟咏，竞正是非，无意细论，世间语言等；三者心掉，心情放逸，纵意攀援，思维文艺，世间才技，诸乐觉观等，名为心掉。掉之为法，
破出家人心。如人设心，犹不能定，何况掉散？掉散之人，如五沟最象，学鼻骆驼，不可尽至。如既说，如意剃头着染衣，直持瓦钵行乞食。云何乐住戏钓法，放逸纵情失法力？既失法力，又失世乐，觉其过矣，当即弃之。悔者，悔能成盖。若钓无悔，则不成盖。何以故？钓时未在园中，故后欲入定时，方悔前所作，忧恼复心，故名未盖。但悔有二种。一者，因钓后生悔，如前所说。二者，如作大众罪人，常怀不畏，悔渐入心，坚不可拔。如既说，不应作而作，应作而不作，悔恼火所烧，后世堕恶道。若人最能悔，悔以莫复忧，如是心安乐，不应常念着。若有二种悔，若应作不作，不应作而作，是则于人相。不以心悔故，不作而能作，诸恶事已作，不能令不作。五，弃一盖者，以一副心故，于诸法中不得信心，信心无故，于佛法中空无所获。譬如有人入于宝山，若无有手，无所能取，然则疑过甚多，未必障定。今正障定疑者有三种。一者，疑字而作是念，我诸根暗钝，罪垢深重，非其人乎？自作此疑，定法中不得发。若欲修定，务当自清，以速是善根难测故。二者，疑失，彼人威仪相貌如是，自上无道，何能教我？作是疑慢，即未障定。欲除之法，如摩诃演论中说，如臭皮囊中筋，以贪筋故，不可弃其臭囊。行者亦耳，师虽不清净，亦应生佛想。三，疑法，是人多执本心，于所受法不能即信，静心受行。若心生犹豫，即法不染心。何以故？疑障之意如记中说，如人在歧路，疑惑无所去，诸法实相重，疑亦复如是。疑过不勤求，诸法之实相，见已从痴生，恶中之恶者，善不善法中，生死即涅槃，定时真有法，于中莫生疑。汝若怀疑惑，死亡欲立复，如狮子搏鹿，不能的解脱。在世虽有疑，当随喜善法，譬如观其道，利好者应逐。佛法之中，信为能入，若无信者，虽在佛法，终无所获。如是种种因缘，觉之疑过，当即弃之。问曰：不善法广，尘数无量，何故但弃无法？答曰：此五盖中即具有三毒等分，四法为根本，亦得摄八万四千诸尘牢门。一、贪欲盖，即贪毒；二、嗔恚盖，即嗔毒；三、睡眠即疑，此二法是痴毒；四、掉悔，即是等分摄，何为四分烦恼？一中有二万一千，四中合为八万四千，是故除此五盖，即是除一切不善之法。行者如是等种种因缘，弃于五盖，譬如负债得脱，重病得差，如饥饿之人得至封国，
如于恶贼众的自免记，安隐无患。行者亦如是，除此五盖，其心安稳，清凉快乐。如日月以五事复义，烟、尘、云、雾、罗。阿修罗手掌，则不能明照。人心五盖亦复如是。